就是自我拍打，我以前有教过嘛，教过。你自我拍打，你的身体要把你的手顶回去，所以不是停在这边打，啊，是你看，打手也是一样啊，打，都要切，相互顶，晓得吗？顶回去，这都可以打啊！你看，全握空的，瘦身。对啊，轻这些地方不要太重，可是你看也是一样，把它顶回去，轻轻的顶回去，听不懂？从这边。这种都是随处练的，啊，这种都是练完拳啊，或者来练拳的走路的时候啊，但是气要停住哦，就是里面要稳定，啊，嘿，好像嘿。嘿，就停了，啊，老师跟一般有时候收工了，练完了，对，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那个是散掉那个，哎，老师让这个一条鱼干啥？那也是啊，对啊，张总，啊，有时候你站桩啊，师兄弟啊，啊，会在你站桩就给你拍一拍啊，啊，晓得吗？这些都有的，啊，你们可以去买那个嘛，那个拍打棒嘛，啊，不要武术那个拍打棒，你就那个。有一种是好多根竹子啊，好多根竹子的那个就行啊，哎，不要用他们练那个街头卖艺那个用那个打，不要啊，拿这个六尺四，拿之前买的太极，哦哟，那打死了，那个可以滚呐，啊，那个太极棒你可以拿来滚的啊。好，继续走。